你是这个人，尹雪，我叫尹雪，烈如歌。如果你真的忘了，那我们就重新认识。薰衣小姐。 你认得我吗？他是犯了什么罪，要这样对他？是公主的命令。 将他放下来吗？我也没有放他下来的权利。如果我见过你，一定不会忘记。你认得我吗？ 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认得你，傻丫头，终于愿意来看我了。你认得我吗？是啊。我叫什么名字啊？如歌。哦，对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任何人都可以忘记，但绝不能忘记我。否则，我会难过。为什么？你过来，我说给你听。 是我，为过门的妻子。我们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把耳朵凑过来，我会让你都记得。啊！你这个人，尹雪。 我叫尹雪，烈如歌。如果你真的忘了，那我们就重新认识。我很有耐心的，小姐，我们可以走了。 再想不起来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公主，如歌，你是？我是你舅舅。当真？是。扶他去休息。是。